什么？你也要唱歌？是呀、啊。你是讲种咧田的迄个米会晓唱歌？嘿啊！骗笑的，哪有可能啦、啊？真是的啦，啊，无你来听看卖就知影。欢迎收听咪咪咪咪，咪咪之一，我是妈妈。欢迎收听咪咪之音。每礼拜日早起十点至十二点，伫 FM 107.3南洋电台。大家好，我是会晓讲台语就讲台语，袂晓讲台语就讲华语的林大美。唔呐，会播歌予大家听，嘛邀请你做伙关心咱的农村、咱的稻米，分享咱生活的各种滋味。再来第二点，今天这位咱的特别来宾已经来到现场啊，伊是台文儿童文学作家，其实这是名我家己编的。不过小等下要介绍伊出来进前，咱先来听囡仔报新闻，也就是来自深沟国小广播社的小朋友，咱来听看麦。这个今仔日有一位小朋友要来给咱报告什么款的新闻？深沟报一下。接下来为您播报的新闻就是关于水田的事。大家平常经过水田的时候，是不是很常看到旁边有一些紫色的东西呢？那大家知道那是什么吗？那就是福寿螺。福寿螺是来自外来种，它的繁殖力很强，所以说它捡也捡不完。因为以前人想要吃它，所以把它引进来，后来发现不好吃，就给它乱放生。所以现在的农夫最怕的就是福寿螺。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帮农夫捡福寿螺。以上新闻由深沟国小三年中班林浩哲编辑播报。三年中班林浩哲给咱介绍福寿螺是安怎来的，尤其佫讲到大家闹闲，会当来倒 Q 福寿螺。这个囡仔人小志气高，袂歹哦，佫会当帮咱号召这个人工农村的小帮手。感谢浩哲的播报，要够哦。咱这个今麦做这食农教育，拢会伫咧国小的时阵就教囡仔，喂布嗯啊就开始啊。所以讲哦，深沟国小因的食农教育最近嘛开始伫咧第一节课学着这布嗯啊，而且是实际内里产呢来布嗯啊。所以讲来听看麦啊，其中一位小朋友博成伊第一拜报恩爱这个经验。你说今天是插秧的日子，大概插秧的顺序那个情况要准备的工作跟我们说一下。郑文昌会长带着我们打赤脚下田，第一次插秧。你第一次插秧啊？那踩在田里面插秧是什么感觉？很舒服。很舒服。脚的感觉很舒服。冰冰冷冷的。还好还好。会不会会感觉会怕田里面有小蛇或什么吗？不会。那你今天插了多少秧？不记得了。不记得几排走了几次？两次。两次啊。好，插秧第一次插秧的感觉是就觉得很快乐，因为可以体验到不同的平常体会不到的事情啊。然后接下来插秧之后你期待的事情是什么？收成。也太快了吧。插秧之后会长有没有教你们说接下来要做的工作是什么？继续捡福寿螺，然后还有拔杂草。拔杂草，对。那捡福寿螺跟拔杂草你也还没有试过对不对？有试过。你以前有过？之前就是撒米糠的时候，撒米糠完就我们就有去下田过。哦，对。所以是捡福寿螺吗？嗯。你会不会害怕摸到福寿螺的卵？会。什么感觉？怕会捏爆它。本来就要捏爆它不是吗？因为我不杀生，我是佛教徒。哦，这样子啊。我尽量不用自己的手。把福寿螺捡起来之后你会怎么处理？就是把它装进桶子里面。哦，你吃素吗？在学校吃素，但是偶尔还会吃肉。啊哈。就没有吃纯素。是。所以你选择不杀生是跟谁学习？跟爸爸妈妈他们去佛寺。哦。所以你也觉得不杀生很好。
那这样子夏天有时候就农夫都很讨厌福寿螺，一定要把它捏爆跟踩死福寿螺，你会不会觉得很为难？如果种田的话，会啊，会啊，把福寿螺拿去喂鸭子可以吗？如果有同学说，欸，我家有养鸭子，你捡到的福寿螺给我喂鸭子好不好？你愿意吗？愿意。哦，对，让它有适当的地方发挥效用也是不错啦。哦，好，谢谢伯承，那我们会继续追踪你的种稻子的每一个步骤，然后欢迎你随时跟我们分享种稻子的心情。好，谢谢你。谢谢。哇，这位伯承小朋友是不是不简单？我们来请教刚才对大米在听新闻的江迪江同学，你好。大家好。哎，好，你的声你哪当够卡挖麦克风，我也就感激你，感谢你的声音太有磁性了，然后听众可能会听起来哦，想要够听较清楚嘞。我真紧张，你真紧张，是第一届和我骗来电台嘛，对吧？哈，第一届经验。平常时咱拢以前是伫咧上大本课，好，做会甲李江雀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陈峰慧老师，咱做会学大本。哎，对。啊，我咧上课上真久了，才发觉讲，那奇怪奇怪，该成是我台语上差，现场所有的同学，比如讲江迪这位同学，哦，你看我气到讲袂出话，明明拢差不多了，明明都足厉害，会晓写台文诗，阁会创作一挂囡仔歌，拢用台文。啊，咱先来讲哦，拄只听到这个伯承囡仔伫咧讲播五爱情形，虽然伊是用这个华语啦，嘿，不过这听这个内容，应该你嘛拢即马豆豆伫熟悉吼，当地气焰对吧？当地气焰。今仔日咱非常欢迎的是江迪先生，我请教一下，到底你的名安那介绍较对哈？江迪对啊，对哈，江迪哦，哎，马上你要介绍一下，多一个江，多一个迪。江就是长江的江嘛，长江的江，长工的工嘛，工长江哦，工长，唔拍死哦，水工江。哎，你看我话跟你讲的，你看，我不敢。水工江，水工江啊，过来。迪就是词嘛，国华语就是词，词大为词嘛。啊，词大为词，你的名就特殊的呢。你的因为我个性唔捌读过人名内边有低的诶，这个低哦，安尼哦，嘿，你这跟本名？这不是本名，这是艺名，好、哦哦、花名啦，对，花名在外的花名哦，所以这是艺名，是你用来伫创作的时阵诶，使用的名是哦，为什么要好这个低？低就是。就是低度嘛，就一般就是讲，我感觉我家己的人生，我做这代志就是讲，拢比别人较慢，嘿，就是讲感觉家己较含慢的款感觉，嘿啊，就讲可能人囝拢已经足大汉啦，我囝个细汉，产权这款的，所以讲感觉说用这个低也在代表这个艺术。哦，我知啦，初步比人较慢，对啊，生囝嘛生了比人较慢，啊，学做菜嘛学了比人较慢，对，今麦个开始对。不过你搬来宜兰，你甘宜兰人？我不是，我是台北。台北，所以三芝啊，你搬来多久啊？五年啊，五年啊。嗯，你竟然有法度搬来宜兰五年啊？今年才开始做田。其实一直有机会会使接触啦，只是讲因为家己细汉厝的都是有种田，所以我未特别想要讲去种田。嗯，我了解迄个艰苦的所在啊！安尼咱妈子诶，咱妈子真诶，咱妈子啦！我嘛是细汉厝，你拢有倒做田啊，所以大家会讲，你既然来宜兰啊，那也无要紧诶，来家己嘛去租一地来做看卖啊咧。我就感觉讲，不急不急，好不好？不急，我有其他的事可以先忙。比如讲，你得继续伫咧创作这方面，我咧家己就感觉讲，龙川广播真趣味，我就先来耍一地。因为做田迄嘛是爱开袂少时间，小等下咱有机会来讲看卖啊咧。毕竟你嘛是坚持，要是创作这方面，要是你生活主要嘛。啊，不过你要搁兼咧，要搁开始做田啊。对。好，咱来先讲哦，先那今天你也介绍江迪来到迷你之音，是因为伊最近出版第二本台文诗，或者是讲台语童谣哦，台语念谣叫做《一只蛤蚱》，是一只蛤蚱，蛤蚱，哎对，华语是讲蛤蚱。嘿，我有专工去查，因为哦，一只蛤蚱，恁想讲蛤蚱那。
要写成字，要写多两字，都就是是写蟑螂。要唔过更应该唔是写蟑螂，是爱写伊个这两字写出来，大家应该念袂出来，所以伊是叫做个渣。为什么？为什么袂使你列册封面写那不爱直接写一只蟑螂？大家较好了解。因为我创作来的拢是用台语去创作、哦，所以台语创作你写一定是用台语开始学。哦、一开始我开始创作第一本的时候，我并无特别用台语字、哦，主要是因为讲台语基本上虽然讲大家拢会晓讲，但是真正捌的人其实无济。嗯，含我嘛，我本身嘛同款，我并唔是学台语出身的。哦、我只是虽然讲我是母语是台语，所以我会晓讲，但是我嘛袂晓写。哦、啊，因为创作了，因为需要个写落来，嗯、我会记了，所以我开始。一开始我无学，但是就是下来了，从我第一本册，伊都唔是用标准的台语字。哦，你第一本叫做《秘修册》。对，所以迄个字其实唔是标准的字，就是一般，但是一般人你看你的，你会识哦，大概又会丢伊安怎念。啊、哦，就是方便讲，咱感觉跟我同款，唔捌学过台语字的人，伊就方便，伊就会使看有捌。嗯，但是因为这个经验过了，我会发现讲，其实台语字无遐尼困难。哦，虽然讲你看伊也感觉唔知伊写啥。嗯、所以我就开始，而且你若声，你若对着迄落你的声音会使念嘛，你听，啊，你就会使，其实你嘛就近都会响。为什么你会有迄个契机，会去创作念谣，啊，再来想着讲，来开始好好学台文安尼？我主要是因为我囡仔、嗯，我囡仔出生了，我就想要学学台语，因为伊母语跟我的母语就是台语嘛。嗯，我就想要学有这个机会跟我同款，会使讲台语。啊，其实迄个想法嘛真简单，就是希望讲伊家伊的阿公阿祖开讲的时阵，会使用台语开讲、哦。对啊。伊我都去，因为伊要台语，从咱要讲国语、讲华语，甲伊讲真简单。反正我的阿公甲伊讲嘛会使，但是我的阿祖伊就无法度。嗯，因为大部分迄个的人，因大部分拢是讲台语，较有法度。嗯，啊，你的囡仔你若无去学这個，其实无法度甲伊足侪迄落会使讲的物件足少。嗯，个是叫一个名，画一个时段呢，啊都。出关了没？弄安尼尔。对 对，拢足简单嘞，其实无法度更加侪交流啊。对啊。嘿，啊，所以我就去希望讲，我的囡仔无法度甲伊讲，所以我当时就希望会使迄落。还学台语、嗯，但是一开始并无遐尼顺利。嗯哼，因为我家己虽然讲我母语是台语，但是其实我伫咱下去好了，其实拢是讲华语。对、哦，嘿，所以这个经营了，所以其实我最习惯的嘛是华语。嗯，嘿，家己告诉阮。阿公阿婆的讲话其实嘛是拢用华语的讲，讲、啊、什么要教囡仔学台语？阿公阿婆开讲啊，你是不是伫咧讲一个五四三，唔敢好囡仔听到？因华语嘛听有啦，只是讲、哦、只是讲，我的习惯就是讲，我是讲，我写这主要就是讲海音，迄个当阵，伊都是大汉，已经差不多两岁时阵，嗯，哦。我一直有该讲台语，但是就无跟他讲，就是就无顺势的，就无顺利的，嗯、因为。因为我某伊无甲伊讲台语，伊拢甲伊讲国语，因为伊嘛无特别选择，伊是讲伊嘛无感觉讲一定爱甲伊讲什么语言较好啊，就习惯，我就讲习惯讲国语，好、嗯哦，我就甲伊讲国语啊，嘿，就是这個情形啊，所以讲你伊其实你两位进前伊较习惯的嘛是讲国语，讲华语安尼这個情形。啊，不过为什么这变成讲是需要都你感觉会有迄、那个？灵感，感觉讲，无来用念谣的方式。迄当阵就是因为甲伊讲了，就是因两位我决定，因为阮决定甲伊讲台语，就是阮某看到去参加迄读册会啊、哦，有一个家庭，吼、哦，伊嘛是囡仔拢是讲台语、嗯，真正是按细汉开始讲，啊，伊就感觉好啊，你若今年你要安尼做，伊今年看到有一个榜样底下嘛，好啊，伊嘛决定要安尼做，安尼做了，因囡仔开始开始按华语变做台语。其实很简单，但是有些当中我感觉说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嗯啊、我还有这个调整、啊、我自己是不是可以有同样的调整、哦、因为虽然写东西我本身就自小就有兴趣写东西、哦、但是也是用华语写是所以用华语写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说、啊、既然我叫你写过来开始学台语、嗯啊、我也来自己一个调整、嗯、我创作我是不是要改做台语不错不错真好所以就是这样开始了我就开始写但是因为当初因为你台北做事嘛，拢较无闲，所以其实写就少。
请问你的作息意思是说你不是一开始就都走创作这个写作这条路、欸、你的本行是我本来是那个写软体软、体工程师、对所以其实很不用的但是没时间又一直创作是但是那当中就开始了对这样来说嘛你的产量这样算紧也够高呢你很紧就出了必修出了吧那其实都是这两年了因为我们来到宜兰了我专心在陪孩子、所以陪孩子这个中间发现说、其实这个你跟他交流很多了整天到顶很多了其实有很多灵感、可以用那个灯管、所以就开始就专心去创作这些是你现在你的创作素材你的题材齁好算呢都是生活中的发生的、甚至就是一只蟑螂、你真的是很不卫生的那一只蟑螂那蟑螂那只蟑螂那只蟑螂的蟑螂那只顶头真的嘛那先停一只蟑螂都很想手很想要过去给它背掉对就是这主顶管的这些图片这些都是我自己是这样没办法用电脑给它用去的为了要做这本书我去学说怎么用这些电脑软体去是给家的多兵啊！你是一个真高格格的这个挖坑的爸爸，欸、对，真赞真好真好。我感觉你在这个这么赞的作品，无来介绍是想拍算。不过我好你这么紧张，这是我的唔对，所以我今麦我准备来放一首歌给你听。这首歌哦是讲故事，嘛是真心的一个创作，你来听看麦。这首《讲故事》的歌曲是由周秉国和詹慧文小朋友演唱的。时间十点二十五分，你等的收听的是《迷你之音》。礼拜日早起十点至十二点，伫 FM 107.3，我是大米。还有今仔日咱第二点钟的来宾是江池刚迪，伊最近出版一本母语念谣，叫做《一只蟑螂》。刚迪是一只蟑螂还是一只蟑螂？迄音敢有较特别的所在，爱注意诶。其实我唔知道。你咱两个拢上迄台文课拢很好，老师啊，真嗨真嗨。好，安尼无我要来甲请出你的公主，有录一只蟑螂你写的这首念谣嘛？哦，伊来听看麦啊，你好囡啊，来亲身来喜欢这一只蟑螂，应该是安那念，咱来听看麦。我们一睡到全关，土地高于水大，抱着门开一看，土卡一只蟑螂，带着金花阿爸，现在伊嘛会惊，到顶去叫妈妈，阿母真正会大，天窗下来就拍落去，拍完叫阮去看，手臂阿爸甲我，啥人唔困个差，就像一只蟑螂。点完了，阿弟个对。哦，哥哥职业啦，谢谢，这是你个干的嘛？我若创作完，拢会加音念嘛。嘿，啊，嘛是安尼，很随性的念诶，嘛不是讲哦，要录音起来，都安一句一句叫人做严谨，安尼蛮慢吼。我是特别，就是录音平常时念诶念，无特别讲要叫伊训练加讲加话好、哦，因为我是主要讲，因为我本身嘛不是学台语诶、只是为了创作。系啊，这个物件是希望讲大家也使。同款也使，其实你免足厉害，你台语无需要讲，真正你是歌手还是讲专家、一般人拢会响，你就会使念嘛，会使讲，会使给囡仔听。啊，念出来囡仔就是纯，即马他都要你听到安尼。对啊、就是大家拢，大囡仔拢做会到，迄唔是什么特别的一个专长安尼。但你问题伊足紧的，足认真的呢，伊是啊，伊这是我第二个后生，伊是按出生了就拢讲台语。哦，而且迄个语调哦，阿个你也请押韵阿文的部分，吼江同学，我对你另眼相看，谢谢，感谢。文阿廖不离阿水，阿个甚至自己掀自己的底，啊这样爸爸嘛惊嘎抓，伊是公立嘛、对吧？哎呀、啊，对我嘛惊嘎抓对。迄等于侬讲生活中真很写灰熊写实的那一面就融入这一首念谣里面。对，我一只妈妈都灰熊不欢喜，因为后边其实是我编出来。啊，哪个？后边头前这段是
一般你动动囡仔起来放尿要吐要创啥？啊，其实后边讲阿母真正去叫阿母拍的，其实是我想因为创作想出来。所以阿母听到我看，听到我念这来讲，啊你。伊个形象拢起我破坏了了，对。嘿，因为阮内想讲，哦，真正是江太太，真正是这种人，而且青团提出来就要拍假装嘛，对。要帮伊澄清一下，其实无，其实无。不是本人啊，是另外一个太太。无啦，我唔是讲江，我唔是讲另外一个江太太，是讲其他的太太，像讲我嘛是会提青团拍假装，就是拍落，意思是讲哦，你那是无乖，以后妈妈拍你都袂输滴咧拍假装，赶快。对。这个比喻好可爱哦。因为差到妈妈，所以真。对，性格也真歹。不过我奇怪呢，你惊家族的人，为什么要创作一只家族？你也等于逼自己要去想象家族的一挂动态啦，伊对人的一挂心理的迄种影响。主要就是看去家族是一个题材嘛，一个题目。但是咱主要就是讲，你看到这咱日常生活这物件吼，跟囡仔这些互动的物件，这个感觉。其实就是主要这里面写的内容也是这款经营，哎呀，拢是就就就算就珍贵的啦。对啊，伊那这细汉就是这个时阵有这个表现啊。那你若讲要等个大汉，你再来啊，讲要做水银啊，其实伊嘛歪操你啊。对对，真的甜蜜期没几年。对，所以特别享受讲甲囡仔斗阵这个一段日子。嗯，这几年伊嘛，刚才这几年我都黏你黏黏家呢，家你去生，家你家你讲笑话，家你哈利妈妈是跟他借去的，哈利妈乖乖要徛咧，哈利妈咧。你的腔是倒位的腔？我感觉咱两个无啥共款。我台中，你倒位？台北三芝。哦，你一下土生土长的哈。好，你这本几只家雀里面，除了头都听到几只家雀，你的题材啊，你的这个念油、念油、念油，诶，主题包括讲有一个水库啦，还有鸟头叫，干嘛你讲？鸟头叫。暗头鸟头叫，对，鸟头叫，好，啊，个西龟，请讲个妈祖波比，啊个气碰西啊，恰碰西，恰碰西，嘿，这样做生活化呢。对，我主要就是创作一挂讲，其实跟咱正经今嘛现在就亲子来对，拢你伫厝来对，拢其实拢会发生个代志。嗯，咱其实念有这款物件古早都有啊，但是古早尾啊，那无足侪人伫。创作研究其实拢是古早的物件，嗯，啊，古早的物件就是你今麦感觉讲家里的生活有一个隔阂底下，你无法度讲，你念归念，刚才在念迄个音传，但是你迄个感觉，你无迄个生活的感觉，嗯，所以我特别创作之下就是有一个跟咱的生活其实有真正有关系，真正有发生过的代志，嗯，有可能伫恁的身躯，伫你家恁的囝，家恁的有可能买发生这样的代志，嗯，啊，这个物件就是对因有一个印象底下。我等下都想讲，咱细汉的时阵念拢是迄种一直团团几啊年，什么点落点叮当，啊，不是啊，天乌乌，或者是什么白灵是足济嘛。对。啊，不过迄种真古早，有当下伊传递出来迄个文化背景，咱拢一听就知影讲，哦，迄个是伫古早时代的代志。对。所以咱就叫足济时代就讲，啊，这无路用啊，这较早人伫讲的，其实现在物件你来个团落，其实同款咱的伫咱的生活会发生过足济。也是记录起来物件，从我记录的闻到家己的代志。嗯，其实一般人，我从我无学台语，啊，家己创作一下记录闻到的代志。其实有足侪人，你其实买在记录讲家己厝内底，也是家己有兴趣的代志，用你的母语来记录。嗯，咱这个文化都会愈来愈发展起来。嗯，不过。困难的所在都是伫咧用母语创作啊，这边写像讲你这本一只家族伊的价值，真无简单的部分都是你用台文写，而且佫附罗马拼音，是嘿，这要读来讲看到这，咱看哪讲哦，大部分的汉字咱拢看有会当念，不过其实是真侪是。不是真侪啦，你是真讲究用台文的写法来写出来，所以。哎，这个压力不离啊大哈，因为这是一个工程呢，很大的工程。其实我下个了，你有当时叫我看，我们未记个理一下。哎，没有你啦。真正因为咱这创作，这嘛是我哪创作啊哪的学。其实我不是专家，我是其实嘛是一个学生，在学这个物件。但是感觉这就是有需要去咱去学这个物件。而且你讲要学，其实未介困难。嗯。你无可能有时间专门去学这个，但是你若讲，哎，你网络顶端你放一段来听。顶管有这类，还是讲这册献起来听，配合这声来听，你其实最近你都学会这物件。
欸，你真大方呢，你拢家放起你网络，不一定爱买这本嘛。哎，你若无买，你网络顶关嘛拢听得到。是啊，好大方哦。所以，安那这本册是伫咧做。希望大家册当然是有伊个价值啦，就是讲，咱要希望一个母语传承，母语传承嘛吼。就是我当初做一个主，主要是讲我一开始我那囡仔伊都拢没去学校啊，从细汉你嘛要读幼儿园啊，嗯，哎，拢没去学校算一个阶段嘛，啊，我就。创作就是话讲，哎，我若做一本书还以后啊，嗯，就是所有第一本书的，但伊就诶做出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哦，我主要是要上瘾做瘾，开始念书的一个去读册的一个礼物。哇！啊，做出来了，我感觉啊，做啊，就干脆就嘿，加做几本啊，大家会使，那有兴趣的人，伊嘛会使提用。因为这个时阵，咱这个台语的材料其实足少的嘛，嗯，啊，个是跟囡仔有关系，所以我做出来了，我就哎呀，去当中甲决定讲，哎，要做。推广啊，大家也使去用。嗯，啊，主要是还听嘛。啊，主为什么有主？就是除了是你我见的礼物以外，啊，一般的人因为你得在提有资料，因为我这是绘本，是一个绘本对。所以囡仔其实拢就介意看这個、啊，对对。看这黑来很贵的呀，伊嘛刚刚就欢喜的。嗯，伊虽然离看无，哎，离看无，伊就出来提妈妈，啊，你念我听。嗯哼，念一听了，你就知，你正经个念，你就教你看你台语，你家己先学，先念好。嗯，啊，你正经你念，正经个讲啊听，就真正是一个你讲母语传承的一个动作，这是实实在在母语的做传承的一个动作。你讲啊，你的囡仔听，嗯，你边惊无材料，啊，你就吊着念。就是所以我迄阵做下大家一个用途就是安尼，你囡仔伊想要看来的啥，唔知你念来听，啊，就真正是一个动作。这本册那是讲，囡仔真好，朗朗上口诶，当念起来当接触诶念谣，对大人来讲哦，应该嘛是一个接触台文的好机会哈、哦。对，第一本我是安尼想，但是第二本了，因为有放下影片伫网络顶管，是因为拍我就拍伫顶管。迄当中我甲发现讲，我一开始嘛无想要用这个正式的台语文的字、哦，因为我感觉一般人看无，我家己冇看无、嗯。但是我因为伫网络顶关安尼看遐影片了，发现讲，我听两摆，遐字我都记起来。嗯、我其实免特别去学，所以我就看，那安尼我就安尼我那学这個、我家己乱写的字，不如学一挂正式的字，嗯，大家也使去学习、嗯。所以我就开始第二本，我就用调羹去用正式的，用一字一句去查。嘿，即创作其实无阿多写，我只要一字一句去查伊个台文汉字安怎写，嗯哼，嘿，阿个迄落伊个罗马字安怎写，嘿，我即摆嘛过你学，你叫我即摆甲拼出来，你早就甲拼出来，我嘛拼袂出来，嘿，我嘛无阿多去甲导出来，嗯哼，有诶会使，有诶无，我嘛也做学习当中，所以讲啊，有即个机会叫会使哪听啊哪看，啊，其实我发现这是同进的一个学习的方法，嗯，嘛袂占用你上侪时间，是，嘿，啊，对，安尼，所以我有第二本就是用正式个台语文的字。啊、我发现讲啊，对，最主要这字嘛是就是大人看，嗯，大人你学样，你教我多去教音啊，还是讲念来听，嗯嗯，啊，就你因为这是你想要学音啊，接受这个台语文，啊，你家己有这个机会来接受这个台语文的文理，而、啊、且其实两行大人音啊东西就是学习，嗯，咱来听看麦啊，这个另外一个作品，咱透过音啊念的时阵，这个是刚弟弟的这个所来要念的这篇，嘛是赶快大儿子是不？現在金寶蕾哦，这嘛是第二好哦，第二好声啊！咱来听金寶蕾，金寶蕾，金寶蕾，你讲听过？就是恁讲的发秀的，天气寒，伊搁铲土地，菜价米坑也啥无济，好天皮就变干的，金寶蕾出来四季白。为甲田土拢开起花花，黄仔规丛虽无底吹，全予因食伫腹肚底。这黄仔愈甜咸愈济，人芳拖拉苦晒会过，老伙仔摕来讲笑开。哎呦，那也真牛啦！这个囡仔念了真牛之外，你的这个。这首念谣的描写啊，我刚刚讲，好，我相信啊，你真正有开始在做餐啊。而且这首《金宝蕾》无伫咧这本直接佳作里面咧，这是童心的创作之一。哦，你的创作真正是对你生活的行的咧。对。金宝蕾这首我就想要甲学起来，因为哦，我来宜兰啊嘛了解这个
确实的落去安尼查呢，怎样才金宝嘞？咱在地讲金宝嘞，较少讲福寿嘞。哎、欸，所以你的这个讲哦，其实伊都是福寿嘞，等等这些讲法，拢是无形中你都会当吸收了来等。像讲伊个历史个部分，伊个文化背景个部分，啊，佮有迄种趣味个，或者是心情无好个部分，拢接收到啊。我感觉实在是真赞个即种方式，毋那是学台文啊，了解农村个文化，嘛是透过这两秒哦、啊，结合得非常的好。啊，因为囡仔有经验，伊感觉哦，就赞个，就欢喜、嗯。所以我有个创作嘛是安尼。伊像你个囡仔吼，对念。即个台文的即个歌谣，两个遮尼啊，利落练邓，迄那去好好，应该是会给人惊到一款。有试过无？啊，一般因的工作特别个就是，伫外口其实今麦你要看到即个囡仔讲台语较少。虽然讲依然只有淡薄较济一寡，但是一般嘛是算起来嘛是非常的少。啊，所以人拢会讲，啊，你今仔讲台语拢足特别个，但是我感觉这其实是足正常的代志，就是足济家长讲去。一个无势力，你都无甲教落去啊！其实就怕算诶，对，是因为无势力，所以无教对吧？对啊，对啊，我感觉安尼是就怕算诶，对吧？其实你家己诶坚持继续安尼，哪做奶爸啊，今麦都还个哪做产，嘿，啊个继续被创作，这种还是要是一直咧继续落去，迄个动力是啥物？动力哦，创作是我本来我家己的一个算是家己的兴趣嘛，主持人的兴趣，就是讲。台语这我感觉就是这个时阵你无做，其实啊，我等我老再来做这个我介意的代志，其实已经袂赴啊。嗯，因为台语这个物件，今麦都就是有这个危机的家，嘿，为什么大家拢无学啊？等下咱就较大较时代拢过身啊，拢无滴了，其实这物件都袂传落来。嗯，所以这个时阵，主要是我要享受，跟我这囡仔斗阵这个日子，是啊，过会使，家只台文家。留下来想办法跟团队去，我感觉这是这个时候我才做会到的、所以我一定要在这时候做，但是我如果等到老就已经都想办法去了、不过你的创作也是需要真的有可以留下来的这种特色跟能力，也就是它吸引人的所在，像说你对阿文你对那个音那个字的这种表达，你台语就真好啊！你感觉讲你的你感觉你创作的迄种，你家己也注重到的是多一寡部分。我创作主要都是讲，因为我希望伊真正有录音哦。伊讲，即我所以我用的即只伊内底的字啊，即什么物件、写的物件，还是你讲出来即词汇、即物件，其实拢是你生活中用的到的。你起码两个其实对。现在一句你就用会使用，所以阮那有当时啊无代无志咯，讲一句我教过诶一句讲出来，因为迄个人都会用会着。对啊，所以我主要注重就是种伊是一个种口语化、生活化的物件，唔是讲离咱就远，像我头拄啊讲诶，足古早的物件，咱可能用未着。所以伊口语化、生活化这物件，咱会使已经有 OK 都会使用会着。就是个还，咱你会使听讲，伊是足简单的话，但是你听起来袂讲就错咯诶。因为台语在我们感觉说啊，你说台语就是很粗鲁的那种感觉，有那个印象在那里、但是其实台语不是这个状况、其实你如果所以你看我用简单的话、说出来又不是很粗鲁，其实这个东西是很漂亮的、这个语言是很漂亮的、只要 你有去学习 有去用，其实就伊毋是即个合理会使气嫌的物件，好，袂气嫌你，袂气嫌你，千万嫌不得。是，那去误会，主要是拢因为不够了解，有当时不够欣赏，袂晓欣赏，这是咱家己真正是熟悉无够，系啊，误会真大真大。啊，就是讲学，安尼你也感觉讲学囡仔去学这物件，真正有迄个价值的遐。我要来吼，刚弟了啊，休困一下，希望伊会当找出一篇，稍等下嘛，甲咱朗读，朗读安那讲哈。我袂。哦，我有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但你要请作者刚弟家己嘞嘛，拣一篇来念给咱大家听。兄弟啊，做你行，咱不是歹囝，只是伤心无人听。
这首歌也是让我们听歌，我们听到一个很感动人的故事，这是新宝岛康乐队的歌曲《歹仔》，我们是听到后半段的部分，因为这首歌有七分半这么长，不过这就是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厉害的台语歌创作人厉害的地方，透过一首台语歌的创作，他们在说一个很感动人很赞的故事，同样歌曲听完，你故事也听完了，有机会让你当来听也完整版新宝岛康乐队的歹仔，时间10:45。迷你之音的听众，今麦拢知影，听到这个配角的时阵，就知影大米要来甲大家讲，后礼拜也就是为明仔载5月7日开始，咱开车的有爱加汽油的朋友注意哦，明仔载降五角，好消息，好消息，我可能以后是不是来做一个特效，就是那是降价，就爱敲锣打鼓，耶，降价啊，那是起价，就爱歪歪啊，要动刀哈。钢笛竟然逼出更多的这个声，好，我来哭你讲下，哦，你脾气嘛是啊，不离要哭强哈。好啦，这个好消息，明仔在又继续降五格，比较不好大家了解。继续来讲到今仔日的咱邀请第一点钟的来宾钢笛，台语念谣的作家钢笛。伊咧拄只，我已经拜托伊哦，捡一篇啊出来朗读，甲咱分享。结果咧，伊竟然甲我，哼，要甲我背倒，要甲我呛声讲，好啊，无我嘛爱念一篇，来都来啊，谁怕谁？好来，我要念这篇叫做《风台》，上惊，搁拄着大风台，逐摆报伊要对家来，户户叫这圣地盖拜，油门啊，弄门油汤用要入来。无爱插耳讲嘛袂使，花间招牌甲弄弄海，路顶树仔嘛塌互歪，真无礼貌，阁乌白来。好，哈，我念得袂歹哈，袂歹。感谢老师，我不是老师，主要哦同学，无呢，主要是你写了嘛真好呢。这个谢谢这个风台的这个情形，什么呼呼叫这种台语台语的撞声词。哦，我想爱这种俗，你知无？呼呼叫啦，乌白来啦，弄弄嗨。对啊，就是台语就这就特别就生动嘛。对，哎啊，你是来换你啊？哦，娃娃，一百百开始。哦，这边叫做真热，真热呵。炎天赤日头，阿爸咧困倒，风来到门口，唔坐就睡走，热甲冻未掉，电风嘛海头。哦，好传神哦！哎，传神的台语咁叫做传神呢，乖乖乖，那也真牛啦！什么风连坐都不爱坐，都走去啊！啊，所以连电风嘛害头，电风害头，唔知有电风吹，哦，那也真牛啦！真正是我的偶像，是我哪有可能给你当做同学？你的级数根本就是你我最后出来。写这出来后，同大家分享就是讲，其实跟我同款，咱拢是母语是台语，咱并无特别学啥，唔是在咱的专长。所以结果，咱拢其实咱拢会使去学用这个台语在咱的生活中。嗯，啊，最想看，就唔是讲因为我就厉害啊，其实无，伊我是一家一般人同款，是因为恁想少去提个提来用，所以感觉讲哦，就特别的，其实大家拢会使。讲实在的，你安尼讲，我怎样讲哦？伊的变换的讲，伊都是生活。就是咱平常时讲话讲会到的，想讲你讲呼呼叫，这圣地盖拜，这句话咱哪讲？即马伫听节目的听众拢蛮会晓讲。对啊。不过我系讲你无简单行为，你该写出来用台文写出来，而且是该完成是一首诗的这个格式，然后伊就会当传唱，也当流传。哎，安尼囡仔伊要学，像伊有阿文，安尼囡仔学其实就方便，也就紧就记起来。嗯。安尼你如果多进行下。学起来用得到，嗯，会当哦，像讲即马啦，伫听节目，爸爸妈妈哦，阿公阿妈有兴趣，会当录起来啊，无得靠讲，虽然讲未晓写落来，要未晓台文，无要紧，迄度咱脑筋动啊动，就想讲，嗯，我已经想到一句两句，有当下就是用即马手机啊，拢嘛足方便的，都录落来对吧？哎，即马是一个方式。哎呀，就是讲，你看，你嘛大家拢看过小丸子嘛？樱桃小丸子是吧？小丸子，伊阿公就是安尼啊。大基拢有写两句，其实都是安尼啊，这个物件就是安尼留落来。哦、其实变作特别，你生活中一定都有这个物件，你也在写落来。嗯，
写这个后期是反正你也可以出一本有是不是有很多出一本、哦、是不一定啦、哦、不过我们像说工地你这样也是都透过网络 YouTube 你就也不用说一定要我专业拍成底片是嘿就是可以孩子念的时候就录下来、啊、简单给字幕给他拍下去大家哪看要就能对你念对其实你慢慢就学起来了你伫开始创作这个台语的念谣，即阵啊时间以来有得到什么款呢？大家听的一挂回响的一挂共鸣有无？大家感受？其实拢是足侪拢，因为感觉一开始拢就就新奇的，有几款物件，嘿，遗憾，对，遐遗憾一个啊。所以我讲，因看到了，其实主要拢足侪拢讲因想要教，但是。想要改改音啊，讲讲母语，但是因唔知要讲啥，还是迄落无，家己讲感觉袂晓讲安尼，系啊，就是就拢就放弃，无去讲。啊，其实安尼就是足可惜的，啊，就是有这个材料，啊，可是你看到人安尼做，其实我感觉这点较重要，因为你有用这用我的念有迄有用无用，拢其实拢无差，但是你有看到人安尼做，其实足侪人因也有这个。这个想法，因都会开始诶，找物件，还囡仔去学这物件，啊，这物件都会留落来，都会传承落去。对啊，伫咧透过念的时阵哦，那是讲大人伫咧学啊，蛮机会教育啦，像讲迄度一挂大文，就透过迄个时间伫咧教嘛，对吧？是。迄直接教做啊，什么半暝困个专官，偷地偷个脆搭。哎，等下，我来研究这直接教做者，像伫咧偷地啊。土地讲的出来，就是阮囝爬起来啊，半暝困到全光起来要啉茶，那又搞我土地叫伊倒，叫我倒茶来啉嘛。放桥门开一看，是，等下放桥门开是到底是先放桥还是先开门？伊要去放桥，所以去开门。哦，好，去放桥了，开门了，发现内底有一只蟑螂。哦，土卡一只蟑螂，所以我刚刚讲这土卡哦，你下出来土胶嘛哦。其实这是一定是咱会晓台语的人，啊，一看就知影安那念。啊，不过嘛，透过你嘛是有罗马拼音，那是讲正经未记得那念啊，迄个罗马拼音大概嘛又会出来讲安怎念。啊，那对囡仔来讲，会想讲土卡，什么是土卡？就是地上嘛，对吧？哈。啊，即个音土卡、土卡、土卡，巩固啊，对囡仔来讲，印象中的对一挂生活用语的台语都拢会晓啊。啊，过来什么刷？刷掉哦，刷掉。哦，抓到，抓到，惊到，迄叫做抓到嘛？对。我讲真诶哦，咱讲抓到，咱嘛是拢，会晓讲台语诶人拢真口语知影啊，抓到就是抓到，刚好虾米特殊。看到字唔系是足正常，因为我家己唔嘛是因为想到要用这字去查，我唔是会晓，所以其实你刚刚就拍学，其实你免插鼻字，其实安怎用，其实是专家诶代志。哦。就这研究台语诶专家，因会去接。发明这个字，不是发明，他说他们去找出这个字出来，古早都这个字，如果没有他们研究去把它写出来，一开始我也觉得你写这个字我根本就看不，我不知道到底要我要怎么写，我要怎么用，我不一样，但是我也感觉说咱不是语言的专家，这就交给专家来做，啊，咱好好给他用，他这个东西就这样用，就像像你传真机一样，你坐人用这个东西就好用了。这个建议太好了，大家就不要害怕创作，要黑白念哦，念久那就念成诗了哦。最好是这么简单。刚才你也是开始在做餐，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只有开工，这念谣就开工很多，现在11点54分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你简单说一下你刚第一年做餐的心情什么？其实不是我要做的，是我们太太要做，主要是说孩子伊想要，因为阮兜无食小麦，拢食米制品，米食米做，所以就是因为安尼讲，啊，不然家己来种一地啊，然后啊，就种一地啊，所以来遮久啊，拢无机会种，啊，就种啊，所以开始就是拄着像咧金玻璃啊，有诶拢就麻烦，逐工啊去割啊，放水啥就无用。嘛是用即个友善耕作哈，就是卖用农药，对，拢无用农药，啊嘛家己做一肥啊，做肥哦啊，即个。应该是做餐哦，做一地啊餐呀，唔敢做伤大吧？一分地呢？哦，一分哦，真细呢。家己吃的很小，我们这不是专业，我们这是家己好生的对。好啦，嘛卖伤大，你才有时间。
间继续创作，继续生领导的囡啊，享受个囡仔时间。对，享受是讲，个伊即马哦，嘛是上好的，在活灵活现的这样，那小精灵一般的这个期间哦，一旦发挥的，也当俩的部分，拢帮阮读起来啊，安尼发散出去，大家这种网络的分享方式实在是真赞的。希望大家呢。有兴趣嘛，是会使家家己的创作提出来。你可能一直要逼大家讲，大家拢来创作就对啦。无唔对。哦，这就是你的目的嘛，希望台文会当用安尼一直改发扬光大，改流传落来。我会记得你嘛，伫咧你的部落格、你的 FB， 捌强调过讲哦，透过看连续剧，透过看 MV， 像讲即马最近五八的新专辑，嘿，伊嘛拢有用这个台文诶，渐渐拢有人开始咧用这正式的台语字，对，正式的台语字，对，尤其像五八这样啊偶像级的人，伊嘛是家己自己查，我看伊人个写的文章，伊嘛是家己自己查，是哦，阮创作就是安尼啊，哦，那种家己自己查，对，好。今天有淡薄啊，感受到被鼓舞了。我感觉有淡薄去我钢笛鼓励着，因为台语这么古锥趣味的这个语言啊，那是会当像钢笛创作，像讲咱今日听到囡仔念一只家族啊，甲金宝嘞，哦，真正是听得拢做融化诶，感觉囡仔这种分享。谢谢钢笛，谢谢你来分享啊！继续创作，继续爱来哦！有机会，有机会，谢谢。谢谢，咱最后最后听五百这首歌，我心内的秘密之音。今天的节目到最后，本节目感谢火金菇、红卡春啊、土人狗啊、白白白啊，以及最佳令独家赞助，感谢收听。下礼拜再会。秘密之音节目，感谢萤火虫、百富秧鸡、彩玉、花嘴鸭以及红冠水鸡独家赞助，谢谢您的收听。下礼拜再去十点再会，拜拜。